有四个颜色，先给大家近看。我穿的是紫色，它这个是做比较短版的上衣，然后里面就是这种小背心。嗯，我觉得很赞的，因为如果你脱掉这件，里面也是可以就是搭别的东西的。它只露出这一小节，然后它这个地方又是宽的，刚好在你的胸下这边帮你就是托起来的感觉。嗯，这里它是没有罩杯的。嗯，它是没有罩杯的，但你就是可以自己穿一些 bra top， 或是可能像婴儿棉那种厉害的，肩带露出来不会觉得很尴尬的那种。对，或是平扣也可以。对，平扣也可以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背面，背面是长这样，它就是做一个比较短版的上衣，然后你可以露出你腰部这里。对，我跟秋秋都是穿比较春天鲜艳一点的颜色，然后基本的话就是还有黑色跟白色，适合穿去运动，这个可以耶，可以。因为如果你很热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脱掉，然后运动完你再把这个穿回去。但是肚子会长红。你看它高腰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后面是这样子。漂亮哦，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就是两件都是很百搭，因为你里面，即便你里面搭不搭这个，你也可以搭我们自己的 bra top， 对呀、啊，这样也很，就是也可以。我私人最喜欢这个紫色，真的吗？因为它超显气色，就是健康肤色，穿起来也是蛮好看的，嗯，就会很亮。因为它的背心是下面是，它是有这种车缝是皱褶的、抓褶的感觉，在这里对不对？难怪胸部看起来会比较那个，会让你觉得胸部大大。然后因为它这边，对，有小皱皱，然后又这样子缩进去，而且因为它可能需要做一点弹性，因为它是螺纹的，它是这种，它跟那个上衣的不一样，上衣是。棉的，它只有袖子是螺纹，然后它里面算是这种小卫衣的感觉，对，是不会热的那种，然后但是背心它就是做这种螺纹的，让你有弹性，比较大的弹性，可以就是让你的胸部就是比较丰满一点的女生，有空间可以穿进去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它的肩带也没有做的非常的长，因为如果太长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把你的胸部托起来，对，对，会有会比较垂一点。漂亮哦，然后袖子的话是做这种很宽的，这样打有点扁袖的感觉，对，然后你要放下来的时候，这里就可以这样子，可以帮你制造阴影，飘逸的感觉，可以帮你制造阴影，然后袖子也是做比较长的，对对，完完全全可以分开搭哎。你看，其实里面搭一个字母 T 会有不同的感觉，然后就是，但是裤子可能就变成宽垮的垮裤，这样就会比较匀称。来了，这样也可以，里面就是搭一个 bra top， 所以这两件事也很好搭，就是买回家可以超值赚到的感觉。